缅甸军事政变三个星期过去了，那昨天当地更是爆发了政变以来最大型，名为22222五个二的全国大罢工示威行动。多个地方的工厂、商店以及工作场所都关门暂停营业，以抗议军方发动的政变。尽管示威活动在上个周末爆发了流血事件，让反政变示威已经累积了三人死亡，以及军方威胁出动致命性的武器来镇压，但是缅甸的民众仍然选择要走上街头。全国至少有十几个城市的民众在星期一游行抗议，其中有六个城市的示威群众规模更是到达了上万人，是缅甸自政变以来最大型的示威抗议活动。缅甸反政变示威持续了三个星期，星期一更是爆发目前为止最大型的示威活动。第二大城市曼德勒的上千名抗议民众，有的在街头高举着海报以及旗帜，有的顶着大太阳静坐示威，还有人拉小提琴，甚至还有人以模拟表演的方式抗议军警暴力对待示威者，同时施压要军方释放民选领导人。另一边厢，在阳光街头的抗议游行中，有热心的民众向示威者派发矿泉水等等物品，以表达他们对示威的支持。虽然民众大多数都遵守秩序和平示威，但当局依然派出大批军警人员到现场驻守。一名妇女见到大批军警出现之后，更是对着他们破口大骂。另外，有消息指在首都内比都，有200名示威人士被逮捕并送往一个军事基地。美联社报道就点出，如果消息得到证实，这将会是抗议活动以来最大规模的逮捕活动。